稍微处理一下，口服就可以了。嗯，让我来吧。 症状轻的，只要休息一会儿，或许就能离开守屏了。目前也只能这样了。至少，救一个是一个。红儿说的是，这样视人若己的精神，就是所谓的见相爱吧。 你就是太史昭，正是。大人有何指教？邻居的事情干得不错，圣公大人已经准你们入山了，去吧。大人，关于疫病，好了好了，退下吧。哎，走吧，先去和文叔打个招呼。 三位是要上山了，希望此行能有所获。哎，也多谢文叔替我们引荐将军。你们要走了吗？不再多待一会儿。哎，我以为你们跟文叔将军会一起留下来的，还有很多人都病着。别担心，圣宫将军在准备迁村了，让大家搬到更好的地方，这样生病的人也会好起来的。 可是，将军不会带我们走的。是啊，他总嫌我们。嗯，要不这样，等我们办完了事，一定再回来和你们一块玩。真的，可不能说谎。嗯，我们都会回来的。所以，你们要乖乖的啊。嗯，没问题。 刘圣公没打算处理疫病的问题。是啊，妖魔一出，却连一面都见不到。哼，自私的家伙，比起文叔将军，真是差劲。哎，上山去找夏老丈吧，也不知道他到了没有。若有余力，顺便查查上游发生了什么事情。 阿兄，你看，他被妖魔包围了。慢着，谋定而后动，不要莽撞。
那是墨家的升降机关，启动后便会往下。好，我来拦住妖魔。红儿，你去启动机关。仙儿，你负责保护夏老丈，把妖魔带走，危机自然解除。阿兄，这样会不会太过冒险？别担心，我有后手。好。走。小子，你们想干嘛？救你。你先上去。他们会合吧。牺牲少数人以平定乱局，避免天下动荡，等同救万千人于水火。利弊权衡的道理，何错之有？你，身为墨者，自当舍小利逐大利，弃小义取大义。难道师父没教过你这个？师妹勿要感情用事，坏了大事。红儿叫他师兄，李君也是墨者，难道他们是同门？是了，那柄机关说，除了墨者，又有谁能造出这样的武器？我早该想到的。那是人类的元灵吗？嗯，李军这群混账东西竟然拿人类的元灵来吸引妖魔，这怎么回事？我先上山来等你们的时候，是用那个机关平台上来的吗？对，小丫头别插嘴。哦，我上来以后发现妖魔的状态很奇怪，一个一个都像失了魂似的，在这个复魂牢附近游走。我感觉这玩意儿不对劲，试着拆了它，没想到我才刚让它停止运作，妖魔就纷纷醒来攻击我。再后来
你们就到了。你怎么知道这是李军做的？除了李军，还有谁会鼓捣这玩意儿？你吗？其实你很擅长机关术，也对李军了如指掌。你和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？拿去。高阳遗迹的大门早就被反锁了，要想进去只能走小路。我把位置标记在地图上了，你自己看吧。至于其他问题，要是你们能活着出来，再来御水问我。地图到手了。地点也标示得很清楚。但是像他这样和李军牵扯不清的人可以信任吗？夏老丈感觉不是坏人，也许他有些难言之隐吧。也未必只有坏人才会做坏事。红儿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他可能是我们商墓的前辈吧。哦，只是他没有承认。这儿处处有浮流，机关却不受湿气影响，都能持续运作。许是先秦墨家为避祸而建成，以此为基地传承墨学。不知用了什么手法让机关经久不坏，和上山大寨一样宏伟呢。瞧，他们还利用浮流运转机关，可说是化劣势为长处。加上山势高低，有利使用机关防守，这部分便与上山无异。红儿谈起墨者倒是滔滔不绝，仅是对师门的崇敬之情罢了。那么究竟什么是墨者呢？我以为我知道，但其实现在我也很迷惘。是吗？那擅长机关术的李军也是墨者吗？还没问过你们跟李军有过什么恩怨。
像一般百姓、绿林军众人，他们虽然畏惧朝廷，害怕王莽，但对他们而言，朝廷有着众多部队，李军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。而你却不同，你这么在意李军，又是为何？被李军通缉了，大体上就是这种恩怨。通缉你？为什么？或许是为了我看得比性命还重的东西吧。你是说天书？李氏在逃十三年，十三年前那场大火？没错，就是李军下的手。当真？不止如此，香儿身受重伤，也是被他们所赐。我明白了。不，你不明白。也许他们是胸怀天下的冤雏吧，为了众人的利益，牺牲个把人不在话下。但是我，李昭，不过是只小小的吃枭，只求能够照顾好一个小小的家。为了达成这个目的，即便要和李军合作，我也甘愿。从没和我说过这些，就算知道了也不能改变什么，还不如不知道，快快乐乐的过日子。阿兄，还是应该要入世救人，贡献所学。不知道呢，为什么要隐士啊？几百年前的某一代巨子颁布了机关术的禁令，不许墨者将机关术展现在世人眼前，更不许墨者在世间行走。为
什么呀？机关术这么厉害，用来帮助百姓的话，不是很好吗？另一派人的想法和你一样，他们还举墨子祖师当例子。墨经记载，墨子祖师他为了天下百姓，整天四处奔走，有着魔顶放种以利天下的美名。那又怎么会有机关术的禁令呢？那位巨子担心机关术被恶人所用，进遗迹之前，我遇到了过去的一位师兄。啊？他是太傅最看重的弟子，却也投效了李军。在此之前，我一直以为可以劝他们回心转意，现在才知道，他们已经不是以前的师兄师姐了。可，你和李军早已恩断义绝，子虚信我吧。等香儿的事情结束，我就会去找李军算账。原来是机关工坊，
怪不得要藏得如此隐秘。机关工房就是制作机关的地方，这儿或许会有完好的零件。太好了，这还能用。我们走吧，去放出那位前辈。嗯，无论过往的恩怨如何，但是红儿，我信你。我也相信红姐姐。天下 K。好美，这就是天书世界吗？天书世界能够映照一个人的内心，内心良善的人看到的是明媚风光、花团锦簇，内心丑恶的人则会看到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。真的吗？我看的桃花片片正是阳春时节啊。假的。逗你们玩呢。阿兄这阵子太严肃了，害我都忘了小心提防。大王恕罪，我费尽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一位墨者。真慢，长得本大王又长了好几根白胡子。好了，闲话少说，快让那个墨家小辈放我出来。是，大王稍等。这个送你，就当作迟来的生辰贺礼吧。啊，谢谢红儿，我很喜欢这个礼物。好。大王，不出来吗？干嘛？我不是在这儿了吗？傻愣在那儿干嘛？本大王名唤吉鹏，好好记住了。小鬼，小丫头，你便是那墨家小辈吧？机关术学得不错，就是动作慢了点。往后，本大王再好好指点指点你。老前辈说的话，你可要认真听进去啊！好，日后还请大王多多指点晚辈了。你真是大王，竟是如此漂亮的鹦鹉。废话，我吉鹏大王不是鹦鹉，难道是人啊？吉鹏大王该不会是太过淘气，被主人关起来了吧？胡说！我是奉大小姐之命驻守此地。驻守？那你为何会困在机关里？一困就是十几年。大小姐用心良苦，小鬼你们猜不透的。这样说话实在挺累。小丫头，你的手给本大王站一会儿。我已依约放出大王，就请大王指导修复躯体的方式了。修复人体的方式繁复，
但其实与炼化妖魔相差无几。先按本大王的指示，炼化一头妖魔试试看吧。这炼化妖魔，素材的挑选可是很重要的，会决定产出的结果。等等，听本大王指示再下手。凡是越稀有的妖魔，炼化时所需要的素材就更要谨慎，把握个八成，修复人体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好，就把这素材加下去。真的可以，天书可真是几乎无所不能了。本大王说话从不夸张，能做到的事就是能做到。太好了，香儿，马上为你修复身躯。没问题的。香囊先系上去，这样可以静心辟邪，消灾解厄，百毒不侵。动手吧。成功了吗？喂，这气息不对劲，是黑火，黑火妖魔，快转移，快求点数。殿下，不要紧的，阿兄再想想办法啊。没事，不要紧，没关系，别担心，你只会说这些敷衍我。阿兄，我也是。阿兄，你又不是我亲阿兄。你，反正我什么忙也帮不上，还只会拖累你，何必一口一个的阿兄，干脆不要管我好了。红姐姐也会帮忙的，我们一起想想办法，好吗？你说十拿九稳，为什么就失败了？身躯半点不存。本大王才想问你呢，为何小丫头的躯体里会有黑火的气息？你说什么？我说黑火，黑火。莫不是那时，仙儿被黑雾大妖所伤？留下的气息
幸亏本大王发现得早，否则遭殃的不止小丫头的身体，天书世界的邪律也会大受影响。你倒是怪起我来了。这是自然，炼化时掺入黑烟火根本就是疯了，全天下能够驾驭黑火的也只有我们大小姐了。那眼下该如何修复仙儿的身躯？烧得半点不存了，如何修复？你说了要助仙儿修复身躯，这是我们的交易。没有东西可以交易了，只好取消交易。妥，既然交易取消了，那我就把你关回去吧。慢着，还有一个法子。说。要想从无到有炼化出人类身躯，只能利用黑火。刚刚就那么一丝黑火气息便失控至此。我说了，全天下能够驾驭黑火的只有我们大小姐。本大王正要去找她，就好心收你们一程吧。走了走了，去找大小姐。有法子了，不过就是麻烦了点。大王的尊长金善炼化之道可以驾驭黑火，炼出人类躯体。当真？本大王说的自然不假。香儿，我们走。走吧走吧，出去说。我回到巴蜀，那儿景色依旧。到了无名丘，便想起过去的事。故人不在，留我一人独自面对。黑火妖魔必须消灭，我便全力反击。轩辕剑不该落入他人手中，我便封印了它。只是夫君，我真的累了。据大王所言，目前几个可能的地点：巴蜀、无名丘、鬼谷雪地。而且这位大小姐很有可能就是传闻中的那位御医女子。没礼貌，大小姐岂是你们这群小辈叫的，要叫夫人。是。以御医女子的传闻推断，目前最有可能的方位是北边鬼谷雪地。北边要开始打仗了，怕是交通不易，途经御水的时候先去和文叔打个招呼。香儿，刚刚，反应很快，不错。哎，有张新的，年约二十，喜着绿衣。大王，你瞧瞧，这人像不像夫人？没，此人画工不行。没有画出我家大小姐风姿绰约的神韵。
吉鹏大王就别生气了，李君的画工一向把人画丑。你看画着阿兄的这张，我看了也觉得不对劲。小鬼本来就长得不行啊。是吗？我倒觉得不错。对待守平的人们，就怕将军认为老弱妇孺无意行军。待会儿便知了。